们三个打算入住干将了，准备了几十个鱼笼，今天下午没事去放一下，看看能不能捕到一些小鱼小虾。数量装足装足。现在家里把这料放好，这是康饼，然后店里卖的东西。我先吃个鱼棒。先试一下这个马路边有没有啊？一要蛋，明天来收。明天来收。明天就收收回来没收着。还摆了摆了杯。Ben哥，来了一位粉丝朋友。你拎啥来了？买了个西瓜。西瓜，快吃，给你们解渴啊。我们隔壁镇的，今天找宝宝来玩，走，开瓜吃瓜。喂，上电视了。嗯，上电视了。来，整个领带带一带，把皮带弄下来。这导演送西瓜来给我吃啊？嗯。现在已经到了干将边上。还可以，这西瓜。抓西瓜就把鱼钩放下去。二哥，来瓜哦，搓完一起吃啊。喂鱼，嗯，好不好？可以。这边好凉快，干这边的好凉快。冷，冷的，肾虚。半船的放的，开玩笑，不是你吗？明天这个鱼能起码有一斤大。好过瘾啊！辣桶。哎 ，beautiful。行不行？行行行，我也是专家耶。呀，这个石头漂亮。哦，藏得隐秘一点，不然被别人发现了，明天鱼笼都找不到。你说为什么每次你一上镜就这个表情呢？帅吧？帅。天天帅天帅地帅，老二最帅。你还帮我营收一时，营收不大。嗯。怎么也肥不住，看看这里没有货，100%有货。今年是第一次来干江这边放鱼笼啊，水面上漂浮着好多垃圾，藏隐蔽啊！我藏了点，我自己找不到。不要挡水哈。明天来涨水了。哦，这么大草鱼尾巴，这条鱼大，估计。希望明天有一条。啊，这尾巴都好几万，身子嘞。准备围着胶的吧。哇。哼哼，身子在上面。哦，现在刚好一只，刚好一条。怎么弄成两段呢？啊，这条鱼不得了，还没抽哎，兄弟们！捡，塞袋里。酸菜鱼。哎，一条鱼，还有虫子的。呀，肾虚了，哈哈哈哈。江湖故人，
寒江孤，相逢何必曾相识。这鱼笼放好了，一共放了28副鱼笼，明天一早来收。有没有货？王爷，那个表情。哇！